你要聊什么，我的哥？你们把我们五个加上可以吗？加上。我们一起，怎么都可以。我听哥哥们的，怎么都可以。适当的考虑一下你哥啊。喂。我觉得大家选完了，剩下的就是我们本来也是这么想的。对啊，那就让他们选呗，选完了咱们合上就行了呗。你肯定会有人选啊。Bridge， 辉哥是个选择。辉哥说，哦，可能啊，阿婆他们都会想同阿 Bridge 选的。我你就飞个包子想想吧，真的是我真心的。但是都唔知啊，加佢哋想同我哋一齐。等你哦，等你哦。可以是可以。我来了，好不好？都可以聊。全过来，全过。聊聊吧。聊，让我聊。啊？原来是卓哥他们要找我们。怎么聊啊？什么都可以聊。太多人了，卓哥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哥，你们已经六个了，这边也是五个，加起来十一个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喂，喂，怎么办呀？我们没有资格有意见。哥，你这个眼神我看出来。我哥现在去拿剑了，你小心。剑在我那里啊，剑在我那里。你们先聊着，我要找别人聊去。老乡，老乡，怎么样？刚喘了一口气，就哎呀，有点，哎呀。我们有没有现在？现在还没带过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对，我们只想有想法，就是有想法，把我们吸纳起来，就是用 rap， 同时用这种钢琴，然后把它能够有一个。哇，好劲啊！唔系，我而家我要出去喘一口气，最近同我打一打下街嗰度。就是他说的那。我要出去喘一口气。啊。对，不是那种。对。顺利顶一顶神，顶一顶顶顶顶尖。哇，系咪真系 OK 咗噶咁样头先？我点知啊？一齐倾噶喎。唔系，我哋自己 OK 咗先。人家没有，有没有说？人家有没有说？我不知道，是你。他说怎么都。你在现场是吧？我在现场啊，但是最后他。想一想。好，收到，哥，收到。那一组我觉得跑过那组也可以，小组过那组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